起了大早登上宣传车，嘉义市长黄明慧顺利连任，心情很不错，展开谢票行程。而开票当天，儿子还给他一个下马威：你若不努力的话，我第一个跑出来跟你抗议。真的非常感动，市民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力量。同一时间落选的民进党李俊毅也从竞选总部出发扫街卸票，虽然脸上挂着微笑，但还是难掩失落。我们持续在检讨当中。嘉义市长延长赛蓝绿总动员，堪称总统级。最后黄敏惠票数碾压，顺利连任。分析最近三届蓝绿得票，2014年涂锦哲胜选，拿下74000多票，得票率破50%，但2018年被黄敏惠翻盘，小赢2000多票。2022年投票率低，但黄敏惠拿下5.9万票，赢得票数更多，暴增13倍，得票率还多了50%。而李俊毅只拿下32000多票，得票率34.8%，年年直直落。绿营在嘉义市的基本盘难道崩盘了吗？民主胜地是不分蓝绿，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尊重嘉义市民的选择。民进党9合1大选兵败如山倒，嘉义市长再惨败，士气更是低落。民进党从总统大选狂胜，2年后瞬间荡到谷底，说出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。记者侯根、王书宏嘉义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